推了回来，输的血量很残哦，还要继续再打吗？班明其实进塔了，后方的林尼跟上伤害，班尼追一个普攻带走 Verbra， 拿走输的人头。哇，班尼表示开心，开心这么的快，最后一个制裁成功拿到，而且人鱼真正已经把这一个输晕眩住了，还好是交出大招。这边在上半部女中已经倒下了，班尼的血量很残，最后一个防御塔的伤害没有带走班尼，还好是能够成功撤退，击杀掉了许多名成员。是这边 Shadow 被三个人包夹，错是四个人，雷魔就跳了下去，但是伤害量非常的高，这边能够杀掉吗？古墓的自然领域已经开了起来，这边赶过来支援的是 NT 的闪电侠，神速波霸开了起来，但是卷刀提前也整理干净了，杰廷并没有办法推塔，下一波两个人在塔下的防守，苏的狙杀瞄准的是兵线，往前做攻击的是闪电侠，但是有回声，这个时候班尼已经没有了进去，这个要易换了，这边成功换到的是对方的这个闪电侠，而且呢尼欧也成功带走了对方的苏 SA， 一个人的位置比较危险哦，但是阿巴瑞已经集结了四个人哦，往后面古墓推了过来，班尼自然领域开了起来，限制住 KSA 的位置，敲了回来，后面的雨中再飞一次，哇，这一场雨中的表现笑走了。OK， 这边有成功的走掉，那天空巨龙已经放了出来 ，KSSA 能够走掉吗？班尼真的太凶了吧！自然领域开在敌人门口，是选择回城再出来一波。对，没错。这边小兵的话是一直都没有露哦，因为瑞克没有控兵线。对，画面现在看到的是辅助跟辅助的对决，就是互相挠痒痒。对，而且也没办法去干扰到对方的野区哦。对。我这晕眩到了，一套伤害非常高，直接逼出瞬移，这就是一根是他威力强大。哇，瞬移往前，班尼抓到了 first one， 还能在巨幕冲锋，但是他开启了大招，哇，这个干了什么？一个拍拍带走了人头，转这一个辅助就算会倒下，还可以带走一个打野的人头，这边还可以用巨幕冲锋拉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，完是准上来了，终于换到雨中可以凶了。对，雨中开凶，而且一根是也来了，三打二，四打二。那后方赶过来，莉迪安稍微晚了一点，神圣镜面伤害非常的高，而且这个 Neo 在后方不断做输出，这边 NT 顶到一个做支援了，这边雨中成功带走了 Shadow 的 Rake。对，通常那个月影陷阱丢下去，丢两下之后，那个兵线就不见了。是 Shadow 被晕眩住了，还没有神圣镜面下来就被 Neo 给击杀掉了。这时候 First One 想要来守这个塔吗？这个月影陷阱成功炸了一套小兵，这时候 Neo 被晕眩住，但是也成功带走。这边是阿奈特的一个走位，要小心喽。蓝 buff 已经重生了，先打人还是先吃 buff？ 当然是先打人，但是这个许风屏障成功逃到塔下，还是难逃蓄势待发的奈特的风之束缚。哇，但是第二个躲不掉哦，被班尼跟班尼捆在一起。我又被抢走，是好可惜哦。如果一个人是有拿这个蓝 buff 的话，会非常的好用哦。这边来打了这一波会战，打了起来，要小心的是杀的位置，但是前方的班尼先开启了这个自然领域，把敌方劝退。哇，阿法瑞表黑暗之势往前再打啊，这一波很危险哦，这个一个这个瑞克的位置很差，是直接被带走了，这时候 Neo 的位置也很差，血量也不好，往前再度追击，这是 Jadeen 的大举入侵，这是一波 Ace， 小兵进来之后 Jadeen 恭喜 Jadeen 要以二比一的成绩打败了来自林地。那甚至在最后在压高地塔的时候呢，还可以一个人往前，就是无视任何对手，直接打到底。对。是不是这样？真假的？我觉得我还是稳一点好了。没稳的啦。真好。真假的？我的。一看出去被笑哦。效果太多，赶快吃啦。中一卡哦，还有下面那个啊，把那个笔拿下来。好。哦，怎样啊？太多了，快吃快吃。怎么样？他不行吧？讲话啊。可以压点菜呀。忧愁、哦、啊！我这个加好多好辣，好好吃哦。